你有看到我刚刚爬到山上去了吗？没看到，没看到。啊！你这人很冷酷。没看到，马上呢。飞机上一觉睡醒，我以为还在原地。舷窗外面是几乎没有颜色的祁连山脉，不知道已经在他头顶飞过了几千里。说是无人区有一些夸张，但如果和城市相比，这片大地在汉帝国把它纳入版图的两千年后，仍有一种凄凌荒凉的美。很难想象当时戍守边疆的汉家军士们是怎么靠着极弱的粮草军械才能一路行军到这儿，抵御胡马，屯垦一生。我一直听说甘肃的戈壁上散落着上千公里断断续续的汉代长城，比八达岭早了将近1600年，却无名于世。所以我一直想去凭吊那些遗失在时间里的没人看守的长城和烽火台。坐着越野车，拿着最先进的通讯工具，我们沿当年张骞徒步走过的路，从京城西出乌梢岭，再进入河西走廊。 OPPO 赞助了我们这次旅行，我们才能提前用上了三台最新的 Find X3 系列手机，用它内置的超强色彩捕捉和电影拍摄能力来探索我们未知的旅程。顺山势一路朝西，开阔的公路通向玉门关，这里是汉代长城的起点，也是我们这次旅行的起点。历史感是一个很大的词，大的有点抽象，但去遐想没有经历过的往事会让我着迷。玉门关以前应该是一个很适合拍曼达洛人的地方，不同的民族，奇怪的服饰，异域的动物和车辆，商队和军人，都因为丝绸之路汇聚在这儿。今天大多数人知道玉门关是因为王之涣的凉州词，而诗里的它只剩遗址。汉长城就从这里开始，一路向东，穿过今天的蒙古国到达朝鲜，有差不多20000里长。可以看出当年的工匠就地取材，拿夯土、红柳、芦苇砌成了这道国运攸关的屏障。过了2000年，其实我们能见到的只是几段颓壁残垣，它们像是一节一节的虚线，而我希望我们的脚印至少可以把其中几节重新连起来。站在往日河仓城的门口，太雄伟了，但居然一个游客都没有。倒塌的墙壁外，荒草和2000年前一样不知日夜的生长，充耳不闻世界的变化。长城的两侧也不再有值得殊死一搏的国仇家恨了。黄土凝结成土块，再砌成墙，墙又解体成土块，再风化成黄土。这像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时间晶体，一边在凝结，一边在融化。德勒兹说，时间就是现实和记忆的结晶作用，就这样，过去、现在、未来共存在同一个回环中，而我们对这堵墙的记忆和想象也在不断风化，不断凝结。从敦煌去嘉峪关的路上，电网和公路切断了当年命悬一线的防线，被遗弃了20个世纪的烽火台和长城，每隔一会儿就能隔着车窗看见。河西走廊的沧桑颜色，在 Find X3 一体化的流线型背面留下倒影。这次我没有拿大的相机，而是轻装上阵，把拍摄交给手机。它的3颗高规格摄像头都支持10比特的色彩采集，还原了一路上看见的10000种色彩。修复后的嘉峪关城楼气魄惊人，它一半是真实的，一半是幻想的寄托。在它不远处，荒漠上的工厂升起白烟，倒是应了王维的千古名句。黑水国的遗址在当年的塞外，方阔城墙尽数倒塌，城市荡然无存，只有满地的碎陶碎砖，像是一间记忆的超市。1000年前，
这些碎片想必都有人亲手抚摸过，所以捏着它们就像是和古人在握手。我看过一本小说叫《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讲到世界的本质是沙和土，而在黑水城里看起来，城市遗迹的基础元素就是沙和土，好像这两种物质才是世界的本质。我们总说长城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许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多么恢宏壮丽，而是这种坚强和守固的特质，就是我们民族的特质。长城和烽火曾经抵御匈奴，如今他们和现代的村庄一样，需要抵御的是时间。在沙漠中央，我们和汪小光会合，风在外面吹，我们在帐篷里煮了面，然后我们光脚踩在沙地上，等着烟火在夜空里升起来。实话吧，行吗？我看到你爬上去了。爬得怎么样？爬得很好。我只是不愿意承认你爬上去了。